情够不够，回忆模糊了风景，欢笑或愁，倾听着天籁毫无保留。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你给我把靴子脱了，我就鞋只有150，哎，怎么进这家餐厅啊？多紧嘛！你咋就不给我个信儿呢？我还以为你和你爸在一块儿呢。没住上新房，我哪儿也不去。我老死，我病死，都不用他们劳神。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根本没有人爱你，根本没有人爱你。我请求你，我爱你。他送玲玲回家了，他不会再回家了，他去他家了。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老七，德古拉叔叔，德古拉你好吗？就瞧好了，我们一定会很火辣的。让耳朵停下，让心感受。欢迎来到身临其境年度声音盛典总决赛。今晚我们将共同见证2019声音之王的诞生。欢迎四位老师。哦，特别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的，是不是？心情特别的复杂。最后一天了，可劲儿造吧。可劲儿造吧。祖蓝哥呢，心情怎么样？就没事了，我现在女儿给我打气，我就 OK 了。来之前看了一下女儿的视频，对，是是她说两句啊啊，然后我的声音就有力量了。为女儿而战，为女儿而战，对，为女儿也而战。今天除了你们四位之外，不是还有自己请来的助身嘉宾吗？是不是？助演嘉宾就不敢请那个没有实力的哈，撑不住这个台。对对。我这会儿助演请的是比较绝，哦，绝。他最初很苦，在农村卖馒头，后来就走上我们这行了，很励志。他的粉丝将近3000万。哦。啊，五环，哎呦，你比四环多一环。我还得使唤您，糟践您。我还得啪啪啪大嘴巴抽您，这些我做不到啊！燕子，燕子没有你我怎么活呀、啊？燕子，想不出来是谁，不用想了，一会儿就见了。啊，那祖蓝哥呢？今天这个秘密武器，第一眼大家不一定知道他究竟是谁，但是。可能你已经听过他的声音几十年了。哦，古惑仔的陈浩南就是他。啊，神雕侠侣的古天乐。哦，曾经看过那些港片的主角都是他。因为你不是小妖女，你是好蓉儿，是很好很好很好的蓉儿。以前我觉得你很笨，现在看起来蛮可爱的。姑姑，要生一块生，要死我们就一块死。好期待哦。敏涛老师呢？这位嘉宾现在是国家话剧院的演员，也是一个从舞台上走出来的人，声音比较有特点，你一听就是他。我告诉你玄洛，七连没有认输的班长，要么负要么胜，不再坐下。秦昊老师呢？但我这个要一形容，你们就都应该知道了。啊，是吗？对，是一个男的。
那猜不出来这句。上过这个舞台，哦，然后很帅，很闷，哇，那比你年轻还比你，是指年龄还是外表呢？就外表。外表比我老很多岁。哎，说出来的时候怎么那么言不由衷啊？非常非常有实力。我于振豪虽然是土匪，专绑你朱豪三这样的高官。宝贝儿，喜欢我的声音。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声临其境第一届第一名的声音大咖是朱亚文。四位助声嘉宾，有请。哇哇哇！我已经猜到亚文哥给谁助阵了。对，我原本一直信奉的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敏涛姐，我们在上一季的时候有过短暂的切磋啊，然后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很遗憾，我这次呢被一个文艺气息更浓郁的嘉宾所吸引。你说的是他吗？我站他旁边，他的声音好好听。对啊，陶醉了。低音炮啊，音炮音炮。你还想听什么？哇，还想听什么？亚文哥都能满足吗？睡吧，宝贝。那就请各位老师归队吧。来，月，你在这儿。耶。各队各。各找各妈。各找各妈，各找各妈。对不起，找地儿坐，找地儿坐。不行，我也得跟倪萍老师握个手。打小就看了您的好日子。我岁数大了就看过你那个《红高粱》一系列。谢谢谢谢。上一季你们的冠军嘛。对。就凭一句话，什么睡吧宝贝，然后就得冠军了，这不公平啊！说明整体全国的这个睡眠质量还有待提高。亚文哥再一次来到身临其境，感觉怎么样？依旧紧张，冷汗呢。嗯，主要我一听他找来的这不是帮手，这是杀手。太厉害了，是吗？然后月月，那这个口腔开阔啊，年轻力壮的代表啊。嘉栋哥早年间就合作过，那也是我们大师哥，所以说你说我能没有压力吗？别有压力，有我在呢，有我在呢，是他。那今天希望各位都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那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一轮助声嘉宾的经典之声，加油！第一轮如果谁的票数最高，谁就可以有优先选择对手的权利。太好了。都是专业性极强的人才，都是奔着最终冠军来努力的去超过他们。那就请四位去到我们的二楼配音间吧。小月月加油加油加油，放松从容，你是最棒的啊！加油加油加油，走吧，加油啊，走吧，月哥加油，月哥。欢迎来到声临其境年度声音盛典的录制现场，欢迎声临其境的发声者凯叔。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首档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秀声临其境，本节目由喜马拉雅 APP 独家冠名播出，现在下载喜马拉雅 APP 参与投票活动，即可领取100元红包，还有1000台 iPhone 和小雅智能音箱等你来抢，共同分享超级大奖。大家好，我是凯叔。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味道。第一次看到这么严肃的小月月，都紧张，肯定紧张了。
掌声送给一直陪伴我们的声音指导团的三位老师，王刚老师、张国立老师、张铁林老师。掌声也送给一直勤奋好学的芒果新生班。身临其境第二季节目经历了整整十场的比拼，到了万众瞩目的环节，在今天这个舞台上将要决出身临其境第二季观众最喜欢的那个声音。那么今天晚上行使投票权的依然是精挑细选邀请出来的百人评声团，他们包括教表演台词的老师、配音演员等等等等，他们将用自己的专业的耳朵投出郑重的一票。但是需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在百人评声团当中有很多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北京电影学院原表演系主任教授齐世龙先生，上海电影艺制厂副厂长、著名配音演员刘峰先生，湖南卫视频道生丁文山先生，国家一级演员、著名配音导演、上一季我们的配音指导狄菲菲女士，著名配音演员及艺制导演、国家一级演员黄英女士，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刘婉玲女士，著名配音导演、配音演员叶青先生， TVB 著名配音师、配音导演张毅先生，著名配音演员腾鑫，欢迎。哇，这次来的这一百位和上次那一百位不一样，好像又升级了。对，总决战了，三位老师此时此刻什么心情？我们与其说坐在这儿做一个所谓的老师啊、导师，倒不如说我经历了一场特别难得的学习机会，能让我们看到最美丽、最精彩的风光是最要紧的。谢谢。放松心情，今天这个舞台交给你们了。身临其境第二季总决赛，我们的四位助声嘉宾已经在配音间就位，有请第一位助声嘉宾亮声。小妹妹送我的狼呀，她声音也好有辨识度。是小月月吗？不是。再来啊，小妹妹送我的狼呀，送到了大门东啊，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哎，今天是小月月的配音首秀，我们把期待的掌声送给小月月。他挺聪明的，他很聪明，另外也很刻苦。第二位助声嘉宾，请亮声。来喽，我想象不出你们会不会喜欢一个不会配音的我，就好像我想象不出你们还喜不喜欢那个依然倔强的我。现场女观众疯了，已经要哭了吗？我想念你们每一个人。我贝吉塔回来了。宝贝儿，宝贝儿，这是谁呀？亚文啊。哎，其实你说一句我，他们全猜出来了。亚文就不用我介绍了啊，上一季身临其境的最佳声音啊。第三位助声嘉宾他是谁？请亮声。那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张国立老师，张国立老师的声音。观众朋友们等了这么久，我煮碗面给你们吃。哎呀，他应该叫他秀那个《铜锣湾》，只有一个陈浩南。哦，那个就炸掉了。
这位先生是 TVB 首席配音，应该说创造了无数的经典，比如说《神雕侠侣》里边的杨过，他给古天乐配音；《笑江湖》里的令狐冲，《射雕英雄传》里边的郭靖，都是这位，他的大名叫杜燕哥。欢迎杜先生。大家好。高级。我们再听听第四位主声嘉宾，他到底是谁呢？请亮声。我姓于，名孝清。诗作吗？我的上峰告诉我，如果到缅甸打仗，给我一个装备齐全的加强团。我说心领了，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邢家栋，国家话剧院的著名演员，《士兵突击》里的561啊，还有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里边的于孝清。把掌声送给家栋，谢谢大家。他的声音就很有那种硬汉的感觉。四位主声嘉宾就要为大家带来经典之声了。他们虽然自报家门，但是你们并不知道他们到底为谁来助声。哦，因为我现在告诉你们，会影响我们的百位评声团的判断。好，我们马上进入经典之声。第一位会是谁来配音呢？麦还高哈，个儿太矮了，来来。他们能听见吗？现在？他们能听见吗？现在？能。我去，我去。突然的紧张被我们发现了。小月被打。岳云鹏为我们带来的经典之声是《疯狂动物城》里边，他为鲍警官配音，有请。哇！为什么突然很紧张？紧张是很正常的。都紧张，能不紧张吗？上去。是他先亮出牙齿的。对不起，在下面。嗨。哦，我的天哪！哦，我的天哪！我感觉这个就是小圆圆。他们真的找了一只兔子，哇哦，好萌！我跟你说，你比我想象中的还可爱。哦啊，你可能不知道吧？兔子可以说别的兔子可爱，但别的动物那么说就有一点儿。哦，真的很抱歉。大家都叫我鲍警官，他们认为我只是一个爱吃甜甜圈的胖子，个人偏见真伤人。哦哦，这没关系。哦，你那里有一个什么？在脖子里那里。在哪儿？嗯，那儿。哦，你在这儿，我的小甜甜。嗯，哎，我该去报道了。我该往哪儿走？办公室在我的左手边。谢谢。哦，可怜的小兔子要被生吃了的。可怜的小兔子要被生吃了的。太好笑了。哇，好搭呀。我的天哪，有这一句就舒服了。结束了。结束了。我们知道结束了啊。谢谢啊，谢谢。真像啊。像，像吗？主要是长得像。真的长得像，哎，真的好像，真的好像，感觉他就是。不，你是按脸型选的角色是吗？他们说是。小月月就是可以给任何角色
都贴上小月月的标签，然后给我们带来快乐。身临其境，你来晚了，不然我们会有很多的快乐。小月月一张嘴就让你就想发笑，这才刚刚开始啊，精彩，点赞。小月月，这是第一次配音吗？对，这是我第一次配音，说实话很紧张，但是这个鲍警官这个人物呢，我还挺喜欢，他挺可爱的。朱亚文，听听小月月表现作何评价呀？就是感觉他站在我旁边就能闻到甜甜圈的味道。现在还在紧张心跳。你现在是为朱亚文开始紧张了是吧？我觉得是我的紧张传染给他了。亚文，你的声音永远是这么松弛，听不出紧张来。手脚冰凉，真的。我摸一摸。我摸一摸。哇，好柔软。那么第二位为我们奉献声音的会是谁呢？哦，好期待了，我好期待杜老师。杜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经典之声是《神雕侠侣》片段，他为杨过，有请。林子君，你弄舒服吗？这样行吗？可以。好暖心哦，又帅又暖又有能力。收徒，只有师傅对徒弟有要求，哪有徒弟跟师傅讲条件的呢？哎，龙姑娘，我也是为你好啊，你听我说好不好？说是这样的，在拜师之后呢，我一定会很尊重你，龙姑娘你。不过我就不会叫你做师傅，只会叫你做姑姑。没错没错，就是他。觉得这才是古天乐啊？为什么？因为我以前曾经拜全真教那个赵志敬那个臭道士为师，他一天到晚的欺负我，就连我做梦也诅咒他。如果我叫你师父的话，那我做梦诅咒师父不连累你了？好吧，随便你。哎，那就好了。我杨过今天愿意拜小龙女姑姑为师，我杨过这一辈子都愿意听姑姑你的话。假如姑姑有危险的话，我杨过愿意牺牲性命去救姑姑。假如姑姑给人欺负的话，我杨过就去杀了欺负你的人。假如够了，起来吧。哦，是的，姑姑。杨过啊，从今晚开始，你就到我的石室里睡。啊？到你的石室睡觉？回到那个年代了，几乎是100%完美的程度。不是，这要怎么比啊？别人来身临其境是准备一个月半个月，人家是准备了20年，就是这是老师的原配，真是。60多岁配一个20多岁人的声音，就还是很干净。他配音配了45年了，这就是他饭碗里的事儿，张口就来。下一位会是谁来配呢？他为我们带来的经典之声是《一步之遥》。哦，他为马走日，也就是姜文配音。紧张吗，哥？紧张。我早就舒服了。压力大大的。哎呦，
来吧，加油。有请邢家栋。婚礼简简单单的就行了，我要西式的啊。干嘛西式的呀？我就喜欢两个人站在那儿，仰着头，然后说 I do。 你知道 I do 是什么意思吗？我愿意。啊，错了，不是这个意思。话说英国人呢，有句词儿叫做 How do you do， 这里边好几个 do。 真像姜文哦。像 do 是什么意思？汉语译作嘁哧咔嚓。英国绅士每天起床，烫烫烫一溜小跑，奔一胡同口的小屋子去了，在小屋子里待，嘁哧咔嚓，就活生生变成一个真绅士。街对面也过来一位，俩人溜溜达达看着说：“好六度，就是您度的怎么样啊？”就是指的上厕所，这不值得乐这事儿。像，像，好像。度不好，咔，脑淤血。我不是吓唬你啊，凯撒大帝、尼鲁，还有乔治二世。全是这么死的。所以说呀，哎呀，婚礼上怎么能说度呢？您这是何必呢？哦，我明白了。全神了，绝了，绝了，真的全神，最像了。这有可能是这段时间我们听的模仿姜文的声音最像的一次啊。嗯，他跟姜文的声音呢，其实并不完全像，但是他抓住了姜文这段台词或者这个人物的精髓，那种愚而霸气，处理的相当有味道。好。完美完美。所以呢，如果你喜欢刚刚的配音，可以去喜马拉雅 APP 为他投票，即可领取百元红包，还有千台 iPhone 和小雅智能音箱等你来抢。好，亚文一会儿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风格完全不一样，他带来的是电影影的片段。他为子瑜和靖州，也就是邓超演的这两个人配音。哇，你紧张吗？我还行。我怕他紧张，看他紧张我就比较紧张，他紧张。是不是都觉得这匣子里应该摆的是我的头啊？啊，沛国人人皆知的一件事儿啊，可惜啊，他就是不明白啊，我才是沛国的天。好，没有真身何来影子啊？可是这个道理始终没有人懂啊！你派杀手伏击我，啊，还派人杀了靖州的母亲，栽赃于我，啊！你这德行，何以当沛国的王？靖州，啊，杀了他，给你母亲报仇，然后带着夫人走。配得真好，他配得很好，很好。只恨我这一生，
是最近与权谋与政法，从未领略过天下之美。你们替我去看看，走吧，走得越远越好。真身也有影子，你早该明白这个道理。哇，真的是冠军啊！天哪，太强了！太棒了！亚文哥每次配音啊，就等于演了一次这个片段。他嗓音的控制也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模仿一个人的声音像啊，哈，这是一个层面。他模仿一个声音的不同的状态，因为这个声音在塑造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都这么像。我觉得太难得了，太难得了！不愧是上一季《声临其境》的冠军，声音沉稳、大气、收放自如，动人魂魄。哦！评价好高啊！好，我们马上进入这一轮的现场观众投票环节。我投票了。嗯，这一轮当中的百位评声团以及我们的芒果新生班声音指导团一起为他们投票。三位老师也有投票权了，今天有，每个人都有一票。啊，这一轮的什么意思？得票最高的这位主声嘉宾将为他助声的那位声音大咖迎来自主选择权，他会选择第二轮比拼的对手，那么余下的两位声音大咖会组成另外一个竞争组。好，各位请投票。一号为小月月投票，二号为朱亚文投票，三号为杜燕哥投票，四号为邢家栋投票。这一轮胜出的会是又齐刷刷，还有其他意见吗？太强了，亚文。四号啊，这一轮获得票数最高的助声嘉宾是，你们说对了，朱亚文。第一名是朱亚文老师。恭喜恭喜恭喜！所以朱亚文为他这位声音大咖迎来了自主选择权。讨厌。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你到底为谁助声啊。一会儿给大家惊喜。黄祖蓝，我这里有一个喜马拉雅 APP 声音鉴定功能，小月月的时候我就一点，哎，他就直接给倪萍老师匹配上了。啊？杜燕哥老师配音的时候就直接跳出来古天乐。
戏。作为 TVB 首席的配音演员的话，应该会和祖蓝一起搭档。朱亚文的配音的时候直接跳出来就是胡歌，所以朱亚文今天有可能是跟刘敏涛老师在一起。赶快下载喜马拉雅 APP 啊，对自己对着那个声音鉴定的功能讲讲话，你的那个最佳的声音拍档就出来了。你现在可以说了。哦，可以说了，可以说了。我过来助声的这位嘉宾呢，是国际电影节的常客，文艺范儿十足。我的第一次国际电影节之旅就是与他同行的，秦昊。哇哦！帅呆的组合，一对帅呆啊！我们有请四位助声嘉宾回到声音大厅，尤其是亚文，要好好跟秦昊商量一下，你到底选择谁作为你们的第一轮对手？把掌声再次送给他们。欢迎四位助声嘉宾。欢迎欢迎。哟，配完手上有热乎气儿了。哎呀，缓过神来了是不是？缓过神来了。哎呀，特别棒，特别棒，特别棒！小月，你冷不冷手？哎呀，冰凉的。你那个太像了，小月月。有吗？我这是可爱一点。我感觉你就是那个动画。小月月现在还紧张吗？马上会更紧张。是紧张，紧张，真的紧张，我也紧张。马上就要进入第二轮的比拼了，因为第二轮是两个人一起合作配音，由亚文哥还有秦昊老师来选择对战的人。我们两个能开个会吗？现在可以，可以，可以。声音给我关一下，这个你有完没完？要求这么高呢？你怎么着？你觉得？反正你主皮，我辅皮。哎，我都听得见了，听见了，听见了。我听你意见吧。哎，我就选择你。他说我就选你。看出我了，他怎么那么讨厌？我是觉得跟敏涛姐，咱们的迷彩气质比较贴。哎。我想拼王祖蓝。祖蓝听说整个这几期下来，对啊，咱们会不会有点碰，给自己找麻烦呢？我跟你说，你碰谁都是麻烦。好，肯定有的。来，好。哎，有结果了，哇！老师们现在已经商量出了结果，对不对？对对对对。你像祖蓝呢，我们都见到他的实力了，让我们瞠目结舌看他的片子。敏涛是我觉得我之前看过他的戏，然后他来了以后，让我觉得他每一次选的段子跟我的思路很像。我们好可怜，我觉得。为什么呀？没人要，没人理。你让我跟倪萍老师 PK， 我是没这个胆儿吧？我还不想跟你呢。我们娘俩 PK， 自己组成一对 PK。 对，我们商量来商量去，我们就老爷们儿之间互相厮杀一下好了。哇，他选我就可能就是不怕，都是老师，我们也讨教一下，就是来一次阳刚味重一点的碰撞。哇，想输的好看一点，这么说你满意吗？哇，我现在我有手汗了，本来是你出手汗，我听到他们排练了，我在化妆间也地震了，你感觉是真的？我们两个昨天回去都没睡觉。好了，打一架。出发！期待你们的表演，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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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加油！我特别感谢亚文，他的实力非常非常强，
所以今天就是真的拼了，我要完全爆发到极致。好了，有请第二组。走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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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手冰凉。啊，有点上刑场的意思。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绝杀。我跟杜老师的心态就是要把港片的味道带给大家，这个就是我自己的特色，我是有信心的。掌声请出四位。祖蓝今天怎么会请到杜先生来做你的助声嘉宾？因为他有非常多的经验，就是配港片。对，我们想听一下。铜锣湾只有一个浩南，就是我陈浩南，就是我陈浩南。马上就要进行对抗，很有可能这是其中一队的终极 PK。 好刺激刺激。好，由王祖蓝、杜燕哥先上场。祖蓝加油，杜老师加油。两位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经典之声就是《使徒行者》。哦呦，这有点好，有点狠啊！这是老师的原配，这就叫降维打击。是男人，放拉丁啊！听见没有？宝七最在乎的人，始终是你。哇！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是那个感觉吗？有有有有有，他自己的声音呢，好好听。这个片子我特别喜欢。宝七，放下枪。那我不会说第二遍。要怪就怪你自己。如果你不查钱瑞安的话，你们就不用死。走开，一命换一命，放了丁啊！很抱歉，我的任务是要看到五具尸体，里面那三个加上你们两个。走开，只要你肯放了丁，你要我做什么都行，要我杀多少人我都可以杀。你肯做我的狗？可跪下，叫两声听听。不要，不要再求他。别这样，你快起来。如果天真的要我们一起死，我无所谓，起码我不会再孤独。 Boss，阿丁，阿丁，阿丁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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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丁，阿丁。阿弟，
他的声音也没有 TVB 的感觉。竹兰缓口气啊，哎呀，他刚刚回神。祖蓝觉得这一段难在哪儿？其实就是到最后阿丁真的死了，瞬间全面的绝望。其实还有一个难点，就是你这个鲍西的原配者其实现在就在现场啊，张毅先生。是的，他在那儿，我看见他了。就是刚才林峰的原配，对，原配。哇，今天两个原配在、啊、两个原配把你家当件了，那你们早说，我就配佘诗曼呢、啊。放心，我爱啊，那就这样就好了。还好他演戏哈、啊，他没有来配音，啊，他要来配音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得混了。他配得比我好，配得非常好。好，谢谢张先生，谢谢。祖蓝，我还是老记着你的动物园的声音，就是他原来的动物园带给我们的是快乐、啊、今天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凄凉。祖蓝你知道吗，你最打动我的是你的第二声的狗叫、啊啊、祖蓝的这一声叫和动画片中的动物完全不一样，如果仅仅的学一声狗叫那太容易了，然而你学的那个，他是一个人在受着压抑的时候，他那个叫叫出了那种悲怆和无奈。对，真的是棒。嗯 ，OK 了，我们可以 PK 掉他们了。有请两位，有请两位，祖蓝和杜先生到那边就坐。很期待，很期待。那个保国老师他们没来吧？今天原配我们都藏着呢。好，今天秦昊和亚文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经典的电视剧片段《大宅门》。哇！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教科书的级别。亚文呢，是为陈宝国和雷克生配音。期待。秦昊。为刘佩琦和李雪健配音。哇，大招啊，好棒好棒。好，把舞台留给你们。人老了还得坐在这儿说，我就倚老卖老了。没错，倚老卖老，卖出一个老牌的汉奸来。哇，这声音跨度太大了。我三叔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好，迫不得已。白老七，听说你妈死了以后，她养的那条哈巴狗三天不吃食，生生的给饿死了。我怎么觉得你三叔还不如那条狗呢？我今儿非得把这会给搅黄了不可了！我你，放开！放开！放开！你怎么不能这样？哎，那边吵吵什么呢？啊，安静点儿，听白会长训话。各位有好多都是财主，有的是钱。人嘛，有了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嘿，白会长说的对。可就有一样不能干。就是不能当汉奸。嗯，庚子年那会儿我就当了汉奸，现在想起来呀、啊，嘿，都脸红，都脸红。哦哦，来人，起来，谁敢？你们给我站住！
甭等你们抓我。老七啊，你看看，告诉他们我吃的这是什么。三叔，三爷，三叔，哎，您怎么吃了鹰钩子了呀？三叔，大烟膏子就酒，小命历时没有。我这么大岁数了，福也享了，孽也造了，哼，我死而无怨。三老爷，三叔，三叔。你看前面何东东，丁是那子朝雪，安不眠，感伤前去，傻大哥感感情。三爷，三老太爷，三爷，三老太爷，三叔，白老爷在，流芳千古啊！白老爷的流芳千古啊，边框边篓全在烧烤，最后一下真的是棒，真的是棒。我挨着新生搬进啊，刚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怕他们的声音打扰你们俩啊。你们说一句那边哇，说一句容易哇。秦昊的牙白到令人发指，对，特别白。先请两位再次走到台中间来，有请。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这怎么选啊？选不了，选不了。投票之前，两位助声嘉宾是不是给他们拉拉票啊？没有经过正式的配音的训练，他的聪明，他的才华能够达到这个水准，真的不容易。给祖蓝一点掌声。祖蓝很有才华，真的耶，他好厉害，他就是行走的那个音效了。宝贝儿们，谢谢了，宝贝儿们。哇哦！把票无情的投给秦昊吧。好了，到底谁会更进一步进入终极决战呢？一百位声音投票团，三位老师，芒果新生班，一号是祖蓝，二号是秦昊，投票开始。王祖蓝老师特别的惊艳，当你是用心发声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会像极了那个演员，给我们瞬间带回了 TVB 的感觉。
白老太爷，非常油滑的人，有那种老人的声音也刚了起来，这三种感觉完全揉搓在一起，配出了特别复杂的那种声音。好，你们想投的是几号？秦昊和亚文，他们作品选得好，配得也好。好，投票结果请看大屏幕。现在两个都差不多。恭喜恭喜，恭喜秦昊再进一局。恭喜，这回看女儿了。好。输的真的是心服口服，所以今天也让我非常的惊艳。放心，我回家除了看宝宝，还要继续看你们下一轮的比赛，太精彩了。谢谢祖蓝，真的。真的，哎，谢谢祖蓝，谢谢。身临其境最具人气男女生的投票也在喜马拉雅上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投票截止至明晚的24点。现在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入节目专区，投出您宝贵的一票。大家不用像我们这么纠结只有一票，因为在喜马拉雅 APP 上，一个人可以投5票，成为喜马拉雅的 VIP 会员还可以再多投5票。赶紧下载喜马拉雅 APP， 为你喜欢的声音大咖继续投票，有机会抢1000台 iPhone 和小雅智能音箱，分享超级大奖。好，欢迎瑶儿哥，秦昊哥回来了，我们回来了。一鸣老师加油啊，幸亏没选我。期待你，先把我 PK 下去了。圆圆好烦啊，你们到你们了。哎呦，祖蓝你最棒。哎呦我天哪，你太棒了。对啊，上战场，加油！只能加油了，没有退路。开心最重要。你二位踏实了啊？哎呦，我都可以睡会儿了。他踏实了，我迎接你们的任何一个回来。来，有请倪萍老师和小月月，加油！小月月很有观众缘儿。他很值得大家期待，我们也应该能胜利。我们去了。和家栋站在一个舞台上，就觉得很安全踏实。我们俩就是冠军。我们掌声请出倪萍老师、岳云鹏、刘敏涛、邢家栋，有请。倪萍老师选择小月月来做助声嘉宾，也是群众的心声吗？我整个春节，就是放假期间，把小月月几乎所有的相声都看了。哎呀，我觉得这个孩子真有灵气，我们就申请了小月月。当然，我说他要不愿意也没事儿，那我们就找朱亚文。小月月其实是通过竞争来的，打败了朱亚文。哎，听到倪萍老师邀请你的时候，什么心情？我挺开心的，因为倪萍老师也是我们的偶像。虽然我岁数不大，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就我可能说错话了，就是。他是看着我的电视长大，那就很大了。我1979年拍的电影，他是出生的。对，我85年才出生嘛，对不对？今年刚30多岁。
这都不信了是吧？倪萍老师，我觉得他邀请谁谁都得来，我觉得是这样，就没有资格拒绝。嗯，我有那么霸道吗？资格老，资格老。你虽然之前没有来啊，但是你的声音在这个舞台出现过。我也听说过那段演的确实好。不是，恩泰演的确实好，演的好。确实配得好啊！哎呀，又说错话了，真是。闵涛老师为什么找到佳栋来做主声？因为我觉得这个舞台应该给更多的，真正的好演员，真正在用心演戏的演员一个机会。谢谢。我作为小资辈，我也说两句。我觉得佳栋老师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演员。哎呦，我希望有好剧本、好的导演来可以找到佳栋老师。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个小事儿，就是7月19号上映一个电影，有佳栋老师的表演啊，叫《鼠胆英雄》。对，那个戏的主演是岳云鹏老师。耶！原来如此。啊，我们就这点小毛病，小岳岳，反正是忙里偷闲的给自己干点事儿啊，给自己打一广告。我们就看在佳栋的面子上去影院看看小岳岳好不好。好，这一轮对决由倪萍老师和岳岳先上场。好啊，两位到您去稍事休息。好，加油。哎，我那个麦丢三落四，找不到了，找不到就在旁边那耳机。你找什么？我那个麦。你这个耳麦带着呢，这个在这儿啊。不好意思啊，一个人犯两次错误是不算错误，不能犯第三次啊。好。哎呦，好严格，好吓人。你现在给我压力，我太过分了。我比郭德纲还过分吗？嗯，那倒没有。赶紧吧，紧张死了。我一提郭德纲，他腿都软了。两位给我们带来的是经典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片段。倪萍老师为华夫人，也就是郑佩佩配音，小岳岳为唐伯虎周星驰配音。有请。小岳岳版的星爷。坐呀。夫人请坐。欢啊，你惹大功了，这里有杯千年人参茶，非常补的，把它喝了吧。欢，谢谢你，秋香姐。不客气，趁热喝了吧。以你这么好的才华，应该考取个功名才对呀，怎么会到我们华府来当下人？夫人，功名与我如浮云，在下一点也不稀罕。况且在这里，夫人跟秋香姐都对我这么好，我留在这里做一辈子都愿意啊！啊，太可笑了，他都有港香了。好一个风流才子，唐伯虎。啊！夫人是在跟我说话吗？你还装啊！凭你高强的武艺，在诗画方面的才华，我早猜到是你了。我还打算，如果你承认，我就把秋香许配给你呢。此话当真？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多事，夫人，你不错，我是翻脸了，对你这种人恨不得马上死。嘘，夫人，有话慢慢说，何必动刀动枪的呢？你是在求我吗？哈哈哈哈，我告诉你，你刚才喝的那杯参茶已经对我下了天下第一奇毒，一日丧命三。
天下第一奇毒，哪轮到你们一日丧命散？应该是我们唐家的含笑半步癫才对。除了毒性猛烈之外，味道还很好吃。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日之内会血管爆裂而死。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者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杀人灭口必备良药。月月今天真的有点紧张，真的有点紧张。掌声还有吗？没有了哈。月月的表情，好尴尬。哇，这段是特别难哈，就不断的在身份的转换。他太快了，他们演员真厉害。嗯，这就是香港演员，他们那个嘴太快了。太经典了，太经典了。当年他们怎么想的？脑洞好大哈。很明显啊，这边三位啊没有什么压力了，所有的压力在这儿。加油，秦昊！哎，聊聊天吧。加油！哎，你都准备那么长时间了。加油，聊聊天。来来来，我们去吃饭啊。朋友朋友，我送你到这儿可以了，后边不必要太认真。这。乖乖啊！大家坐那儿太累了，小月月给咱们随便说一段、唱一段都行。哎，这还有附加的，还有赠品，买一赠一。咱们不一定能胜，所以你没有再表现的机会了。好，既然来到这儿，我觉得就应该把最好的声音留在这儿，对不对？嗯，大家想听什么我会的，我就给大家表演一段。好，桃叶那尖上尖，不是得得吗？我觉得他们真有这本事，我特别服他们这样，真的。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忧儿，生了一个女儿婵娟呐，小女儿为年长那一十六啊，起了个乳名儿，荷花文字叫大莲。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谢谢。然后也请两位到拟音区就坐。好，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有请嘉栋、尹涛老师。拼着买更便宜的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店。有请嘉栋、尹涛老师。又是谁惹着你了？臣妾怎么了？王子啊！我就是冠军，不用急。尹涛老师、倪萍老师投票。开始，终极对决。走到今天，我就是来这儿拿冠军的。你为什么要投敌叛国？你对得起你的学生吗？谁是《声临其境》第二季观众最喜欢的那个声音呢？请投票。喜马拉雅 APP《声临其境》，待会儿见。喜马拉雅 APP 声临其境，现在继续。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喜马拉雅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秀《声临其境》。本期节目为观众准备了《声临其境》大礼包，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关键词“声临其境”即可领取百元红包，还有千台 iPhone 和小雅智能音箱等你来抢。特别鸣谢指定护肤品凡蜜林，凡蜜林贵妇膏让美更简单。感谢拼着买更便宜的拼多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有请嘉栋、尹涛老师。好，这两位给我们带来的同样是经典片段《大秦帝国之纵横》。
林涛老师为米八子配音，家栋为嬴驷秦桧文王配音。我的爱妃居然背着我擅自离宫和昔日的情郎相会，你们都来看看吧，相信我能信谁？臣妾不明白王胜的。莫非王上是要杀了臣妾？我不想。可是按大秦律，当斩。王上就如此记恨臣妾？是你自己犯了宫禁，寡人可欺，但是大秦律不可欺，就再无挽回余地了。既为之，何惧之？滚吧，你给我滚！放肆！放肆吗？王妃就放肆了。谁招你了？又是谁惹着你了？是臣妾吗？看看你自己吧，成天阴着脸，满肚子的算计。我呢？我什么时候想攀过高位啊？我什么时候排过一级？太子之争，我说过一句话吗？后宫之争，我挑过一件事吗？臣妾怎么了？怎么就惹着你的那帮混蛋宗室的王八王孙了？嗯？我受了气，你不帮我出气；我被人构陷，你也不帮我澄清。可是现在呢？看看你爸，你还要站在这儿阴阳怪气的胡说一通？你，王上，不就是一死吗？谁还能让臣妾死两回啊？怎么还不管？你不是看到臣妾就心烦吗？是了是了，皇上是想亲手砍下臣妾的头颅，对吗？那你还等什么？砍啊砍啊！啊，对了，这样就正合了你那帮混蛋宗亲的意了，也合了你的意了，对吗？哇，好像，真的好厉害啊！肯定是下了很多苦功。闵桃老师贴合宁静那个声音会贴合的那么像，你们说像不像？像，真的是挺像的，真的是挺像的啊！我特别了解宁静，因为我跟她演过类似的角色、类似的戏，我了解她的状态。你如果真的去追随她的状态的话，你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知道你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个角色，多大程度上在二次创作的基础上给他增砖添瓦，给他增添灵魂，我特别感动，太棒了！谢谢天明老师。
马上要进行这一轮的表决了，我们再一次请上倪萍老师和岳云鹏，有请。给两位老师拉拉票吧，加重先请。大家看过的宁静老师的那个表演，他有一个灵魂，我觉得闵涛老师啊，当然也包括我在内，给秦王和闵八子注入了另外一种我们两个人理解的他们俩的灵魂，我觉得这个是闵涛老师的优势。谢谢家栋。来，小月月。哎，又到我的时间了。我是这样，你要来一段是吧？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觉得人家闵涛老师和家栋老师真的配得非常好。我想说，倪老师这么大岁数了是吧？这么大岁数了是吧？嗨，会说话。全社会要怪老年人。又说错话了。我觉得我们完成任务了，而且不留遗憾，昂首挺胸往回走，没关系。你觉得你是把结果说出来了吗？啊，我们还没投票呢。不好意思啊，又说错话了。哎呀，我好不容易拼到现在，他把我拖走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觉得月月跟倪萍老师能在这样的舞台上，特别是决赛的时候，可以选择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肯定是内心的能量是很大的。而且我说实话，我是就是喜欢。谢谢。齐志龙老师，这一票会投给谁呀？我们这个身临其境啊，已经不单是生了，是身临其境、心灵其境和神灵其境了，叫我感觉到最高的层次。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动了情、动了心的创作。待会儿我会摁这个计数器。我已经学会了。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表决投票了。有请108票的持有者，谨慎公正地投出你们的选择。1号给倪萍老师投票，2号给闵涛老师投票。投票开始。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请看大屏幕。恭喜闵涛老师再进一局，谢谢倪萍老师，谢谢月月，谢谢。倪萍，从你第一次来我就一直非常感动，你仿佛是代表着我们这一代的演员站在这个舞台上，像这么多年来热爱我们的观众来致谢来了一样，所以我要特别说，我要向你致敬。我站在这儿这三次，我就像回到了我年轻的时候。我跟我自己说是来玩的，但是我非常努力，是竭尽全力。对，过去大家都说我爱煽情，我也确实生活中这就开始了，这已经开始了啊。我就爱哭，但是我现在的哭可能是跟年龄有关系，很幸福。谢谢两位，请两位回到声音大厅，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观众朋友，谢谢各位评委。谢谢朋友们，谢谢。好，也谢谢家栋今天精彩的表现哈。我们回到声音大厅后边，只能自己一个人战斗了。加油！谢谢各位老师，谢谢。你要跟闵涛老师对决哦。嗯。我跟他对决也特别好，因为我们两个的很多思路特别像。我跟他对决的话，基本上就是在跟自己在
对决，就是战胜能不能战胜自己。您走不了了，马上进入终极对决。马上就是终极了，快啊！还记得他的对手是谁吗？秦昊。有请秦昊。太刺激了。恭喜你，特别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声音之战的第三轮终极对决。这一轮两位声音大咖，每个人他们带来了一段经典之声。太狠了吧。随后各位就要投出自己最庄重的一票了，马上就会诞生声临其境2019年度观众最喜欢的声音。天哪！此时此刻马上进入终极对决，什么心情啊？想的比较简单，就是想把准备好的节目能尽量好的让观众看到一个好的秀。嗯，尹涛呢？我跟耗子一样，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这个舞台。把自己曾经在台底下努力过的那些东西，在台上能展现20%就是多少吧。好，闵涛老师第一个出场。好，加油，加油！我给你拿下去吗？我的眼镜，我的眼镜，在这边呢哈。耳返能让我听一下吗？嗯，紧张啊！尹涛，加油！加油！加油！尹涛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经典之声《白雪公主与猎人》，他这段挺棒的。这个可以的，不用挑了，就这样来吧。挡吧，挡脸，不要紧，来，来来来。为什么连一个无知的少女都能愚弄到你？哇！就只凭一根铁钉，要是她有一把剑，就能夺走我的王位。只是叫你将你把公主带过来，你竟然这么让她从你那双柔弱的双手中溜走，怎么会这样？你明明发过誓会好好保护我，你发过誓，我无法相信任何人了，谁都不行，毫无忠诚之心，连你也一样。说，他人呢？他逃进了幽暗的森林中，我们找不到他。逃到幽暗森林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我要他的心脏，他毁了我分。我一直对你尽心尽力。难道我对你就不够全心全意？已逝的姐姐，在幽暗森林里没用，你必须帮我找到一个熟悉幽暗森林的人。
能帮我捉他回来的人。大招啊！厉害厉害！刘敏涛老师狠起来也是蛮狠哎。太瘆人了，嗯。不想跟你做朋友了、啊、这就不想做朋友了。好，稍微平稳一下，有请秦昊。拳击的感觉，好刺激啊！这是本季舞台上最后一拳啊，嗯，这一拳打出的是一个什么剧目？就这一段了啊，一段定乾坤。伪装者。当着敏涛老师的面配伪装者啊，他为胡歌配音。哇，有请。放弃吧，抵抗已经没有意义，投降吧。原来真的是你，叛徒！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投敌叛国？我一直都这么相信你，因为我是你的老师，你赢不了我。我没有你这样的老师，我的老师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他更不会是个卖国贼。我的老师是王天峰，他是一个铮铮铁骨的汉子。军统上层勾结新政府走私谋利，已经烂透了。我们呢？我们在前线卖命得到了什么？明台，别再坚持了，早点放手。军统的上层早就烂透了，可是我们一直在坚持，因为我们有效果救民的责任。我们有毕生的信念，这都是你教我们的。老师，你为什么要放弃？你对得起你的学生吗？好酣畅的一段，嗯，过瘾，啊，自己也很过瘾啊。我们用掌声迎出敏涛老师。这你演过的，你演过的，难选，不好选，不好选，我觉得。终极对决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听听三位老师作何评价。他们两个刚才对决的特别有意思，真的都是。撕心裂肺的，真是对决上了。我现在印象最深的，秦昊的这一句一出来，就让我唰这一下子，因为太像了，既让我们听出味道来，又让我们感到入心。秦昊从心底里把这个形象给立起来了。
闵涛呢是从常规赛一路走来，每一次我都参与了幕后的辅导工作。他是在《声临其境》第二季这个舞台上直指人心的非常优秀的演员之一。你们两位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替你们感念这个舞台。因为你们两个是本季的最强的声音的传达者，用一个配音的形式告诉了我们和所有的观众，你们是一个既有天赋又非常努力的一个演员，完成的都非常好。我要恭喜你们二位，无论你们两个人今天谁的票数高，我们三个人这一路陪着你们走过来，我们都觉得没有任何遗憾。一百位声音投票团，三位老师，芒果新生班，各位就要投出自己最庄重的一票了，庄严的一票。举起你们手中的表决信。一号刘闵涛，二号秦昊，投票开始。刘闵涛老师真的是震撼我了，就感觉在舞台上这个火山马上就要爆发了。秦昊老师最后的伪装者给人一种非常松弛的状态，他有爆发的桥段，但你不会感觉到有压迫感。到底谁是2019年度声临其境观众最喜欢的声音，请看大屏幕。拼着买更便宜的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店。声临其境声音大赏，今天晚上去声临其境，必须带我一起去，上声临其境必须给我配出朵花来，我还想吃臭豆腐抽个鱼跳跳蛙呢。吃你个头，问钱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吃铜锣烧，跟妈妈说看她让不让你吃铜锣烧。三位哆啦 A 梦现场比拼，大雄别睡懒觉了，大雄别睡懒觉了，大雄别睡懒觉了，我们一起来看声临其境吧。喜马拉雅 APP 声临其境，待会儿见。喜马拉雅 APP 声临其境，现在继续。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喜马拉雅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秀《声临其境》。现在下载喜马拉雅 APP 即可领取百元红包，参与投票活动，还有千台 iPhone 和小雅智能音箱等你来抢，共同分享超级大奖。感谢拼着买更便宜的拼多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在线青少儿英语 VIP Kid。到底谁是2019年度声临其境观众最喜欢的声音？请看大屏幕。天哪！哇，这个真不好说了，不好说。现在两个都差不多。本季声临其境年度观众最喜欢的声音，每次站在这儿留下来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我都觉得自己怎么运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了。我真的是感谢你们对我的宽容，我就是一个演员，然后我把我学的东西我到这边来，我来享受这个过程，我只是做我该做的，然后你们给了我那么多无私的这种支持，这种关心，这种鼓励，然后我就你们带给我的快乐，我希望你们记住今天晚上，把我的这份幸运和你们一生跟我一样带在你们身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的妈呀，一听就是发自肺腑的。我还要感谢一下朱亚文。哎呦，真的要感谢亚文。亚文，你能听到吗？好，谢谢。借体林老师的话吧，感恩有这个时代，感恩有这个舞台，感恩有这么多敬业的工作人员陪着我们一起去真真正正的做一件我们喜欢做的事，起码站在这个舞台上是不掺杂任何的瑕疵的，有信念的一件事情。谢谢大家。我要插播一条信息，今天不是声临其境第二季的最终的终点，秦昊的挑战之路还没有走到尽头，是因为在4月19日声音大赏里边，他要挑战几位大有来头的声音大魔王，秦昊等着你去挑战，请沈梦辰为他颁出2019声临其境年度最喜欢的声音的金话筒奖。最具人气男生和最具人气女生的投票截止日期是明天晚上24点，现在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入节目专区，抓紧最后的24小时投下您宝贵的一票。喜马拉雅 APP 是节目唯一的投票平台，您还有机会为最具人气男女生颁奖。电视机前的观众呢，也可以上微博搜索声临其境，发表你独特的见解，投票选出本期你最喜欢的声音作品，登录今日头条参与声临其境超级话题互动，边看边聊，上西瓜视频搜索声临其境看原声影视作品，还有更多新鲜精彩的资讯在新浪娱乐。有关于节目的更多内容，请关注湖南卫视声临其境官方微信微博，你也可以在芒果 TV 爱奇艺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4月19日声音大赏再见。拼着买更便宜的拼多多提醒您下期看点，声临其境声音大赏，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不，我以后还得混呢。我今天晚上去声临其境，必须带我一起去。上声临其境必须给我配出朵花来。我还想吃臭豆腐、抽个鱼、跳跳蛙呢。吃你个头！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吃铜锣烧。跟妈妈说，看她让不让你吃铜锣烧。三位哆啦 A 梦现场比拼，大雄别睡懒觉了，大雄别睡懒觉了，大雄别睡懒觉了，我们一起来看身临其境吧。有点不踏实了，真小意思。他们两个就是用声音谈恋爱的人。我的小可爱，我的小可爱，你在吗？我喜欢你吗？人家不要吗？我超级爱你的。我受不了了！中国配音界的一代宗师，苏总，都是我的错，我会是你的双眼啊！不要夜话，一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赞，两个字就是超赞，都非常精彩。万一有点拖时间，先剪王凯，刚才那个凯叔那段剪掉。哇！中国配音界的泰斗乔真老师，艺术配音艺术是永恒的。我的压力特别大，有点撑不住的意思是吧？特别遗憾，我觉得今天我的表现特别对不起。喜马拉雅 APP 声临其境，待会儿见。喜马拉雅 APP 声临其境，现在继续。声临其境非常专业，它是一个给真正喜欢戏的演员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做一些思想的碰撞，专业上面的探讨，
我觉得都是一种提升。如果说《身临其境》第一季是一块美玉的话，那么第二季我们把这块美玉打磨和雕琢成了一个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从艺术语言这个角度展现我们整个中华语言的这样一个魅力。我感觉这个《身临其境》是做到位了，这么有使命的这一件事情一定要坚持下去。它是在整个视听艺术的本体上进行研究，把视和听这两大要素分隔应用，具有进行学术研究的价值。你不在，我跟谁说去？当时